白话佛法，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所以很多人痛苦就是从记忆开始的，所以菩萨让我们学会少听少看少想，身体不要去沾染那些不干净的东西。我们人有的时候听了不好的东西会记在心里的，闻到一个不好的地方你就不愿意去了，哎呦这个地方啊，哎呀臭的嘞，你的眼睛看见那些肮脏的东西色情的东西直接进入你的意识田中了，你躲都躲不掉啊，你挖都挖不出来啊，你一磕头的时候它就在你的八识田中就显现出来了。因为当一个人要进步的时候，他肮脏的东西就来扰乱你，这就是魔性呀。那么这个魔性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你自己培养的，就是你自己放进去的呀。你看了那些不好的东西，举个例子，你如果曾经踩到狗屎，你一想起来就会恶心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意念不能太执着过去，不要整天想着过去的事情。所以菩萨叫我们要放下，要忘记过去，淡淡显相啊。一个人的一生平淡才显示出他的香味。所以你看西方人很多人喜欢擦香水，如果擦得太浓的话，你看看让人家闻了反而头晕了。淡淡清雅的香水让人家记忆非常的犹新，淡淡的感受让人家永远铭记在心，那种轰轰烈烈的暂时拥有的生死离别的来得快去得也快。所以师父要你们不管做什么事情要恰到好处，就是像做饭一样不要太咸。我们人不听不烦，越听越烦，人生活在世界上不听不烦的，越听越烦，身心才能大定人家说入定，实际上就是身心入定呀。你们想想看，身心是不是入定啊？身定下来坐在那里不动了，你的心还没定下来，所以身体定下来了，你的心也要跟着定下来，那你这个人叫身心大定。那么这种人接下来就产生的就是一种智慧不要动不要动，不要急不要急，让我想一想应该怎么做，你智慧就生出来了所以智慧生解脱意义就非常容易解脱就非常容易。所以不该看的不要去看，不该听的我们不要去听，不该接触的不要去接触。哎呦去看看呐，哎呀没看见过，你看了可能就在你的意识当中永远也擦不掉了。所以嘴巴不能贪吃乱说话，把你的心中的正能量全部都会说完，把你心中那些负能量全部慢慢会说出来。所以多说话，我们说从身体上来讲是漏气
啊，如果从学佛上来讲，你就是肉化。肉化实际上就是把你慢慢心中的一些啊内在的一些思维全部讲出来。那么有些思维不正的，它会影响到别人的啊生活和工作、学习啦，让别人痛苦。有的时候你讲出来了，你给自己留下了无限的后患，你都不知道得罪了谁了。所以师父告诉你们啊，我们做人要赶跑啊，赶跑自己对自己的诱惑，人间对自己的诱惑。我们不住色声香味触法，也就是说今天很香的东西闻过了，结束了。我们今天哪怕很臭的东西闻过了也忘记了。不住色声香味触法，今天手碰过了，哎呀，很柔软的一个枕头也就过了。哎呀，吃过了很好的东西啊，舌头舌尖上吃过了你也就忘记了啊。那么你把这些贼慢慢的从思维当中赶跑，你不住在那些香啊、开心啊，就是那些啊味道啊、好啊啊，这个色呀，看见了这个，哎呀，好看呐、啊，声啊啊，香味触法呀，那你这个慢慢的离开他们了，他们就不会跑到你的五蕴当中了。所以《心经》里边说，要照见五蕴皆空。你今天怎么空啊？你不把这些色声香味触法留住在你的心中，你当然不会有这些了。你是不是就是五蕴自明了？你就是拥有了五蕴皆空了，那你用不着照见了，它本来就没了啊。所以五蕴色受想行识，它本来没有一个蕴想啊，色想、受想、行想啊，或者事想，它全部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，全部都会过去的。就像你们从小到现在，你们想过多少事情？你们想过之后，现在还有吗？没了。小的时候啊，我们都想过自己应该成为一个谁。以后如果我长大了，我要成为一个科学家，我要成为一个什么家什么家啊？想过吗？想过了。你现在看看你是什么家？你现在是在家，你现在坐在家里，因为那是想象，那是运想，那是虚幻的，那个能够是穿透的，那个是有了之后就归空的一种运想。所以色它就是物质啊，受就是你的觉受，想就是你的思维想念处，实际上啊就是想，行呢就是你的行为，事呢就是你的意识所为。所以要学会用意识，用自己的智慧来管控好自己的色受想行识。怎么管控啊？不要让外尘进入你的内心。怎么样把你的内心管控好，不要让外面的色受想行识进入你的内心啊？那就是我刚才前面跟大家讲的，师父跟大家讲的，你们不该看的不要去看，不该想的不要去想，不该闻的不要去闻啊，不该碰的就不要去碰，就不要让这些五蕴进入你的心中，不要让外尘在你的内心染着，不让红尘进入你的意识，这样你才能啊辨别世间的啊真伪。像我们学佛人如果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意识，我们才能辨别世间的佛法的
真的假的，正的邪的，是或者非，或者善或者那就是恶。所以长时间的修行，你就会去除三毒的烦恼。你坚持修行，坚持精进啊，因为三毒是你明心见性的最大的障碍啊。贪嗔痴啊，你看看我们所犯的错误，我们年轻的时候所做错的事情，哪件事情离得开贪嗔痴了？做出多少愚痴的事情啊，让别人耻笑，自己回想起来也是那么的可笑可恶。所以要去除三毒，记住了，学佛学法我们要提倡从根本上来修。那师父今天告诉你们，修心从根本上修，那叫什么修法？到底修什么呢？那么告诉大家，就是心修，从你的心里好好的修，实际上就是修心。所以修心修行以心为主，好好的修心，远离三毒，你的自然的佛性就会慢慢的流露，你自然内心的九世田中的般若佛的智慧，就会让你在人间拥有着啊无穷无尽的菩萨的智慧，来解决人间的一切烦恼。今天呢，在跟大家呢讲，我们学佛人呢要学会调控自己的情绪，因为情绪它会传染的啊。学好调控自己的情绪，防止情绪的传染啊。你们记住了，你们情绪不好会传染给别人，别人情绪不好也会传染给你，所以学会调控那是最重要的。一般的情绪传染的条件是什么？如果你今天感觉到自己啊情绪了，你能感觉到自己的情绪或者好或者不好，或者啊有什么变化，你自己首先能感觉到，并且呢想通过你的表情和你的语言来表达出来啊，这个就是你的情绪已经有了。你想说但是你没说，你想做这个动作你没去做，其实你的内心的情绪已经开始产生了啊。而且这种情绪的产生并不知道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的时候，你一般的要知道，你如果这种情绪是真诚的，你就会显示出很强的表达能力和行为能力。比方说我非常想去帮你，你虽然没说，你过去直接帮一个老妈妈拿着拎着很重的啊东西，你这个行为那是真诚的。比方说你很想说一句话来感恩他，你只要讲出来了，我真的从内心感恩你，我谢谢你，这种真诚就造成了你对别人的真诚的回报，那么就是一种感染力，那就是让别人通过你的表达方式，他也会反馈给你这种正能量的表达方式啊。所以正能量的表达方式是非常能够吸引别人对你的来模仿的。所以很多人说我要去做这件好事，边上人一听他马上就说我也要做布施，我也要做功德啊！你们做义工我也去做义工，所以义工才会越来越多啊！
这就是一种它的正能量表述，让你得到了一种正能量的回报，这就是传染，这就是感染啊！所以师父跟你们讲，好的东西模仿也是特别快，不好的东西模仿力也是特别快，所以希望我们学佛人要用正能量，